那天晚上。是他第一次联系我。哎，太阳，我们私聊完，快去穿睡觉，还穿校服。我赴约了。这边，这边。这是你喜欢喝的奶茶。以前的事。在那件事之前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直到那一天。开心要到哎，我想当主席。啊，我也想当哎，真的。呀，我们已经加了。真的哦 ，OK 哦。可以。快点来，上面我。大家，现在太阳跟林伟是我们的主席人选，我们各自写一份计划书，下一次班会我们一起投票决定。在那之后，我每天都很努力在写计划书，林伟却。委屈却无人诉说。那天以后，我受到了各种语言霸凌。还有脸的吗？做了这种事情还敢出来见人，算什么男人哦？丢全班人脸哦！越能猎人就是这样啊！如果是他朋友，一定丢脸了。做人就要这样，真的是。听嘉宾时常健身很好哎。一定是吵啦！为了达到目的，用这种手段。他对得起他朋友吗？几岁哦，受到那么大的浆。这种人做我们主席哦。败坏社会，真的快崩溃了。没有人理解我，没有人帮得了我。是我偷了你的计划书，是我对其他人挑拨离间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